新生。就话佢有传染病，只要话佢有病要隔离，就唔会引起任何人怀疑嘅。你嘅意思系话，你细佬阿瑟知道咗坦克尼克嘅罪行，你系咪真系咁肯定佢知道噶？冇错，阿瑟话系佢亲耳听到。如果系事实嘅话，咁坦克尼克今次就死有排惊都得啦。系咩意思啊？咁到时就可以揭发坦克尼克嘅阴谋，佢今次实走唔甩噶啦。老实讲啊，我哋一直都知道佢做尽坏事嘅，但系就冇办法揾到证据。而家阿瑟喺佢身边，相信一定已经搜集到好多坦克尼克嘅罪证噶啦。我真系唔明白，以坦克尼克呢一种无恶不作嘅人，点解明知道阿瑟知道自己咁多嘢，仲俾佢生存到今日嘅？我都好奇怪，唔知个衰人心入边谂紧乜嘢咧？我谂我知道点解佢唔杀死阿瑟啦，咁样系为咗玛利亚。吓、啊？因为玛利亚真系好中意阿瑟嘅，所以个衰人唔敢杀佢啊。似乎系啦，因为人人都知道嗰个衰人好锡佢个女，只要玛利亚喺度，个衰人应该唔会乱嚟。嗯，不过今次阿瑟自杀，虽然已经俾佢哋救翻，冇生命危险，但系以后佢哋实会睇得佢好紧嘅。系咁，我哋有啲咩办法可以救到佢啊？阿伯啦，不如呢件事就交俾我去做啊！我谂住去求玛利亚帮手。海恩，我好想知道你究竟是边个啊？点解爸爸要找你在地牢噶？冇人话俾我知，我就更加担心。玛利亚，你是边位啊？我是海恩的朋友啊，我想同你倾几句。你是跟他游戏玩到大的朋友啊？因为太久没有他的消息，所以我想知道他的近况是怎样。玛利亚，啊，他在地下监牢？爸爸说他要隔离，因为他患了传染病，我觉得只是借口，一定有特别原因的。我看得出他们有东西瞒着我，他们什么都不告诉我，又不让我见他，问他在一个黑蒙蒙的监牢里。玛利亚，你不要哭先啦，我知道你一定可以帮到他的。只要你跟我合作，我就有信心可以将他由监牢里救出来的。什么话？玛利亚，你一定要坚强啲先得啊！因为而家只有你先救到海恩嘅咋。水井的那里是通去地底的监牢的秘密通道来的。啊，阿伯，看看玛利亚讲的石像前面的地方应该就是这里了。你是不是真的很肯定玛利亚会及时去到？嗯，她说十二点钟到的。玛利亚，
今次靠晒你。海欣，你只要挨多一阵就冇事噶啦。玛利亚小姐，真系好对唔住，我瞌着咗，冇睇实佢。你唔使咁紧张，瞌一阵啫嘛，我帮你睇实佢啊。啊，玛利亚，玛利亚小姐，公爵话唔准带食物同埋水俾佢。啊，啲茶系俾你饮嘅。吓，俾我嘅？系啊，请你饮嘅。多谢你啊，小姐，我啱啱好颈渴，好想饮啖茶。真系好啦，玛利亚小姐，你竟然亲自攞啲茶入嚟俾我饮啊！够钟，阿斌，你要小心啲啊！唔会有事嘅。今晚真系大雾。啊！有光嘅，我知系咩事啦！有人想入地底通道啊！发生咩事啊？你个朋友同我约好咗要隔你出去嘅。吓、啊！喺呢度啦，玛玲啊，点解你肯放我走？海欣，我好唔舍得你噶，不过如果留你喺度，你实会死嘅。系咁，我不如放你走，等你离开呢个地狱啦。玛玲啊！吓、啊，阿品。回来啊，跟我由地道走。我好感激你啊，玛玲啊，再见。海欣，玛玲啊，玛玲啊，我永远都不会忘记你。再见啦，玛玲啊！海欣，海欣，海欣，我爱你，海欣，系哥哥啊！啊，玛玲啊，你点解放咗佢啊？睇嚟佢应该走得唔系好远嘅，我会亲自出马捉佢翻嚟。再阻住我，我就唔客气啊！海欣，哟哟哟！海欣，你走唔甩噶。有人追紧你啊！系。威尔逊，快啲啊！知道啦，吓！系啦，佢好快会追到嚟，即拉尔德伯爵，我爬上车顶对付佢。啊，唔好啊！啊！既然你系都要走，我就成全你，你死啦，海欣！啊！系佢。
犀利喎！你点知道我哋喺度噶？咪咁啦，人哋撞下坐啫嘛。啊，阿佛哥哥，佢可以起身啊？连我都冇事啦，咁你可以放心啦。系啦，到底有啲咩大新闻啊？啊，你差啲唔记得添，你睇下。坦克尼克阴谋败露被捕，被控暗杀女王同走私，系咪咧？啊，咪你哋一早知道晒噶啦。雪儿寻日仲话佢爸爸可以恢复翻爵位添啊。咁雪儿依家咪变咗贵族啦，我要去见下佢啊，顺便好好咁同佢祝贺下。雪儿依家系贵族啦，冇错系。哇，宴会就嚟开始咯，点解雪儿仲未出嚟噶？呢个恢复爵位庆祝会冇咗佢又点似样呢？威信，你好似仲紧张过我，唔使担心噶，你坐低唞下先啦。诶、哎，我哋嘅小公主终于出场啦！哦，好对唔住啊，要你等咁耐添。雪儿你好靓啊，成个公主咁。系啊，我系马祖噶，靓唔靓啊？系你设计得好，我先做得咁靓嘅啫。你觉得点啊，爸爸？雪儿啊，你而家似足你妈妈后生嗰阵个样啊！真嘅？仲挂住讲，再唔去就迟到噶啦。行啦，阿贝拉斯啊，你真系唔同我一齐去啊？宴会唔啱我嘅，如果要我去，甚闷死我都似。不过你自己去啦，玩得开心啲，翻嚟话俾我哋听点样好玩法啦。去啦！同我哋一齐大嘅雪儿，而家已经完全唔同晒，佢变咗个贵族公主。其实咁都唔错啊。我哋有一个贵族嘅妹妹，唯有咁谂啦。系啦，我听人讲话嗰个坦克尼克嘅女玛利亚已经搬咗去亲戚度住，可能以后都唔会再翻嚟。咁都好嘅，我都希望佢开开心心忘记过去。我相信佢一定会嘅。恭喜晒你，真系恭喜晒你啊！诗英啊，唔该攞杯鸡尾酒俾雪儿小姐啊！哦，请你等等啊，小姐，你系鸡尾酒啊？唔该晒啊！好对唔住，我哋冇准备到鸡尾酒俾呢位小姐。你话咩话？你竟然咁样侮辱佢？你知唔知道佢系我边个？对唔住，我系照坦克尼克公爵嘅吩咐去做嘢。雪儿做咩啊？有心事啊？啊，冇嘢，我冇事啊。睇下艾丽丝都嚟咗啊，估唔到佢仲够胆嚟呢度啊！啊，拉维尔，佢系坦克尼克嘅亲戚，佢仲敢嚟？拉维尔啊，我哋都系走先啦。点解啊？我哋唔可以因为闲言闲语走嘅。况且我都唔打算错过饮靓酒嘅好机会，我就要同公爵呢个又靓又冷酷嘅女人饮杯啊！
飲勝啊！劉維爾，睇下佢啊，飲醉咗亂咁講嘢啊！借飲醉酒行兇啊！真，俾咗我就唔理啦。就算面皮成像厚，我都覺得醜噶嘛。艾丽丝，我很同情你的处境，我以前都听着不少这种冷言冷语。雪儿啊，你真的没事吗？刘维尔，我想跟你谈几句。什么话？你想跟我讲嘢啊？高贵的哲拉尔德小姐肯跟我讲嘢，真是荣幸啊。见到你而家咁，我好难过。本来我系想一直保持沉默，但系我真系唔忍心咁做。我见到你自暴自弃咁嘅样，我好难过。如果可以憎你嘅，我会开心啲嘅。但系我做唔到，所以我唯有憎我自己。我唔敢谂起以前嘅嘢。刘维尔，请你唔好误会我变咗心。我只系想保住你条命，先将你送翻去俾艾丽丝嘅啫。雪儿。你的意思是说你没有抛弃到我？我根本就一直都没有变心，当时目送你离开，对我来说简直比刀割中难受。雪儿，我没事了，那我们现在不可以好像以前那样。你理智点，如果我们这样做实在太对不住艾丽丝了，我们不应该将快乐建筑在她的痛苦之上。洛维尔，艾丽丝，不如我扶你翻入去先啦。而家越夜越冻，对你嘅身体可能会有影响。嚟啊！再见，刘维尔。既然呢个是你的意愿，我就顺从你的意思保持现状。多谢你对我的爱，你对人的仁慈会永远留在我心里面。刘维尔，好多谢你，多谢你这份刻骨铭心的爱。爸爸，嗯，我想你帮我一个忙。你想我点帮？是咁嘅，我想翻澳洲，麻烦你帮我安排一下。好，翻澳洲都好嘅，嗰度的确唔错。系啊。我答应你了，我尽快帮你安排回去澳洲。我都知道我没办法留住你了，既然是这样，你就回去你自小长大的地方住下吧。爸爸，
我冇办法忘记。我觉得自己好似个狐狸标咁，无论飞到几远，都一定要翻转头。我最深爱嘅偶像，我要重投你嘅怀抱。